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哥。今天我们来欣赏网友顾什么的一个精彩操作啊！啊，他这个只打了一回合，就是和这个百豪鹰对打，应该就是呼七对打，对吧？然后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然后网友每个网友投稿的我都会保存一下，但是上传的时间会比较分散啊，不一定是第二天就传，会隔一两天或者两三天传啊。我们接下来看他比赛。然后这时候佐助走过去，对方霸体开下一个一技能挥过来，是吧？又是一技能强暴，爆完之后一个平 A 之后替身，然后把对方打了，对方替身，然后水龙卷招起来，对方原魔招起来，躲过了对方原魔啊，二技能之后，看能不能接个一二技能连起来，哎，没有接起来，直接一技能砸他，继续平 A， 把对方落地保护啊，对方打歪了，一二技能全部打空，这个时候百豪鹰很危险啊，二技能打到了，接个一二技能接手。接没有啊，直接又是分开打，啊，对方提升又水龙卷招起来，哦，一个一技能爆摔，一二三，小两口打架真是跟闹着玩一样，一个大招把对方困得住啊，对方招出寻猫也没有什么用了、啊。